凭 A 的来打鞋，不看 ES 存了多少钱了，1800的钱。那么看来是只是用这个撑撑鞋，不是打算出 BOT 这边来偷肉山 VIP 这个血量 VIP 还算有下塔能力的一个后期，一个不是后期，一个敏系英雄，因为他的攻速有一技能啊，可以把攻速提上来，就是说平常不放，下塔的时候放砰砰一套撒上去啊。别看他是一个前期英雄啊，他后期下塔还是不错的，最怕的就是己方的英雄都是法师，没有下塔能力。这个下塔这个词还是我从澄海里面借过来的，澄海里面很讲究下塔，下紫塔下金箱啊，刀塔里面实际上也是一样，大家都是来推建筑的嘛，不是来推人的。推人的这个游戏一般是 Illusion 出的啊，不是这个 AdFrog 出的。虽然两个人都是性爱啊，但是性爱的话，这个两个人对爱的侧重点不一样，一个侧重于推人，一个侧重于推塔啊。这边点一下，哎，刚才我们看到 SK 很聪明，他是先打了这个一丝血的快，利用他的这个蝎毒来炸莫雷尼，而不是用平 A 来点莫雷尼，而且顺便还可以收获一点钱。表血走了，吹大波吹上去，陈家很急是没死。这边 CM 要被船砸中吗？哎，是一刀血死了 ES， 这个没 ES 的别人可以轻松上你们塔的。这边两个人对点，我们不看那边，看这边吧。飙上去，吹一下来追 A 船长，那边船长还是单吸，单吸 Mania 应该没什么问题啊。Mania 那边中了 VIP 的减速的话，你这边跳了效果不明显，尤其那个大减速那么犀利，而且 VIP 的大在58里面再次被增强，58里面估计船长又要再虎一阵子了啊。32分钟上了别人高地，拿塔。锤吧，可惜没有升一技能，他是主升的黄点，我看到黄点多少点了，29的痣啊，错了，加19。这边顶血混乱之中，船长最这边牛直接买活，还是被沉的伤害加深，配合技能干掉。好了，继续看这边 VIP 一个人啊，这个龙追着这个龙，本来是龙骑士啊，反正被别人这个追的乱跑。好，点一下。好，这边过来顶起漂亮，这个顶 POM 直接就悲剧了，没肯也给甩卡加上，这边是一个兵来抑住，点一下 Park 再点 B 走 F 一下，抹着你的血量打不动，发现自己打不动甩不卡，甩卡血有点多呀，被顶死。船长这顶放得太精髓了， Photos 你这船长顶这几次团战都是很完美顶住一到两个人，还或者是反杀。好，这一下船长再走就不好打了，开了黑黄啊，直接下走别人了，拿塔。你看一刀削了多少 ？ES 吹一下，无视你完全。拿塔，拿塔是关键。好了，可以走了。那个，这个想拿了也可以，反正清兵那么快啊，有兵线帮自己。这边 TK 不是 TK 是 DK，T 了一下啊，就变成 TK 了吗？啊，点死了，但是有不朽在身上，因为又顶起了，还不走就要死了。这个中 VIP 的毒，我们看，还好这个毒已经过去了。药效已过，船长出来是强拿这个塔还是怎么样？这边有人飞过来 POM 一个 TP 啊，这边这个船给他加速往回走。好了，这边 ES 遇到船长 E 一下，这边后手剑漂亮，但是打不了多少血，身上血实在很厚，2000血。黑黄也有身原地一个顶吗？标记了一个，标记的是 POM 不是 ES 追着漂亮，跳过来一个 E 做掉Photos 的无人能量被终结掉了，这边招了一个大萨。那么我看这段时间 Trevka 的心好了没？这边沉游1500了，出了大根 ，ES 1500。刚才那边买活了一次啊，买活了一次。这边的船长又1000块钱 ，SK 1600，可以考虑和一个假腿，如果飞鞋再出不来的话，但我觉得出飞鞋还有必要的。这种时间主要以推线为主的天天方。这条边一路高地要借助这一路高这一路你们有的兵线的优势啊，来压别人，怕要出兵眼嘛，挨打。可能本来只是想冲血，后来看顺风局比较顺，就出兵眼了。实际上这个仙女龙的 A 人实在是不疼啊，不疼，他这个起手动作也不好，出兵眼效果也不是很好，还不如出暗灭。双刀也不错，但他加敏效果不好，不是敏系英雄。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比赛吧。出了一个球。但他没有出祭品啊，这边我们看冰柱沉默柱是跳走了，空中被沉默的好像，这边继续过来追，又碰到一副世界第一 farmer 啊，世界第一 ganker 怎么样了装备啊，果然世界第一 ganker 这个走路都不往往回射一下。好了，我们看这边是还差700块钱才不开出新，
ES 是跳刀一千七的线沉过来了，船长出水晶剑，这边的话 SK 两千块钱，可能他想打打钱打够两千二回家之后步子就回来了啊，就跟着大部队上了。这边是拿下塔吧，应该是因为左下塔你可以试试拿一个二塔逼别人给你打一仗再上高地，如果不打你试试拿这个塔也不算亏。船长直接来挑远古野，我们知道这个箭射对空中单位是无效的，这个龙是标准空中单位，可以飞过树的，像 VIP 就是这种不标准的，它只是一个浮空。我们知道在 WE 里面有一种状态叫做浮空啊，浮空的话就是只是飘起来，你这不能飞过树的。这边过来干个 QOP 这个紫渊到死还没憋出来呢，这边往哪里逼都有人的啊，往哪逼都有人，顶起过来人马踩一脚，哎没踩到，帕格这边 C 一下沉默住了，再逼往哪逼 C 住 A 一下碰的大，这边也直接一个二技能甩死。摩托尼也是凄惨的呻吟了很多次了，但是都只能让自己更加凄惨而已。这边也要出水晶剑吗？你这点血还出水晶剑呢？你不是在让我，不是在给我搞笑吧？成天血也好啊，吸出的伤害也好，不过近防确实输出上有点尴尬。你看这阵容输出方面，这个摩托尼扶不起的阿斗这场比赛啊，这个 ES 吧大又那么一下，只有那么一下，只有 DK 一个人输出，他不输出装还真的不行。现在准备考虑换塔，换塔的话，不设一种方法，就是我拿你个二塔，你拿我二塔，然后我再你再上高塔，我再 TP 回来，这样的话也算比较好，否则总在家里面待着也不是个事儿吧。好了，别人已经拿这个塔了，这个塔现在这个塔估计是不敢救吧，这个救错需要你有很强的魄力啊，别人上高地啊，但是家里是不考虑回去一两个人，还是怎么地？我们看这个怎么弄啊，救还是？强拆选择啊，这边是不敢跟他强，因为破挡路太危险了。好，裁判卡来拿塔，陈往前，陈的位置站得太靠前了，有点失误。这个位置这一剑毛都没有射到，裁判卡前面吸收伤害，当然心还没有好，先锋盾在扛着冰龙已经好了，可算好冰龙了。这边来拿塔，小兵也在这边 C 住，牛原地的一个 E， 这边应该 F 出三个人，顶起两个人，牛SK 跳大漂亮，精髓干掉两个人。这边又是在粘住冰龙，哎呦倒了没，直接倒了，再吸住了冰龙一个大波，漂亮。 VIP 这边跟 QP 单挑啊，虽然你们两个都是 P 啊，都是一个 QP 一个 VIP 啊，你们这两个 P 打架还是别有一番味道的啊。好了，拿塔，哎这 QP 又来了，真的是不死不出夫斯基啊。我那今天是准备去这个是要火腿肠代言的吗？啊，必须要腿腿更健康。这边拿塔了，好了，这边方基本上没得打了，没得打了，只能现在被对面钓鱼了。哎，暴击了四百多，